此生必吃极鲜猛料，超大颗鹅啊，淋上老卤汁，每一口都是惊天骇浪。太嘎好，矮黑梅森，今天带各位来到位于新北三重台北桥捷运站对面的阿姆阿姆锅烧面。别看这店小小的，端出来的丰盛度大到让你吃不完哦。鲜虾、鹅啊、鱼卵、虾卵直接铺满，还是你要今晚不用睡的超肥美鹅啊肉燥饭？我看这个量哦，不只是今晚吧。你喜欢备注和龟卵盖满饭吗？那这道绝对会是你的菜哦。他们的肉燥真的超棒的，肥瘦比刚刚好，带有浓郁的油葱香，而且用料是不铺满白饭不罢休哎。当然，超人气的爆蛋红鲟锅烧面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缺席呢？梅森真心推荐阿姆阿姆，用料非常的实在，重点是新鲜，信不信由你吃一口鹅啊就知道。还有这个爆蛋的红鲟哦，一口咬下真的是超过瘾的。这盘我超爱的海鲜炸物拼盘哦，爽度是直接破表，每一口都是海味十足。这样超满的蛤蜊汤，你们也想象不到加购价是有多扯。我记得情人节快到了啦，各位赶快去吃一吃吧，明年改过母亲节吧。